去，不知道大家哎，应该大家已经看到了毕书尽，毕很帅耶，去客串《真爱黑白配》哦，你觉得他很帅吗？很可爱，就是那种你会看到他，你会想要保护他那一种，因为他有眼神很有神，然后很杀，然后但是不是那种你会被电死，你是经过去会这样子啊，毕书尽。这种就是看到他眼神会软掉那种感觉，何必？然后，但是你又不敢靠在他身上，因为你怕他可能会比你更脆弱。就是有一种独特的魅力。对。但是我觉得他的中文名字真的有点特别。毕书尽。应该是不能打麻将哦。嗯，对，应该是哦。就是毕书尽。毕书就什么都没了。还输光光哎。对啊。因为他可能是因为扮韩国人的关系，所以没关系。这是什么理由啊？你那是台湾人，你不可能好这名。Sorry. 你不是台湾人，所以你什么？不可能会取这个名字。好的哦，如果是台湾，If you are not Taiwanese, you may not 取这个名字。好，我翻不过来。If you are not Taiwanese, you may be, you will not have this name. Yes, is that right? 英文还蛮厉害的。Just a piece of cake. This is England. 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有时候讲英文讲一讲就说 Hello, this is my. 你刚刚是你这个是要模仿英国腔吗？对，还是你会真的英国腔吗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圈内谁是有英国腔的吗 ？Who? Ethan. Ethan. 他讲英文是英国腔，因为他在英国留学的嘛，非常的性感。对，非常性感，就跟毕书尽一样。哇塞，不要讲了。对，如果毕书尽再讲英国腔上去，你走过去就会晕倒。哇塞，直接昏倒吧？对，送急救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有些人真的是有这些魅力的。嗯，像我之前就有提到，就是我们知道 Michael Jackson 啊，他在上面表演的时候，你看不是很多人看到他就昏倒。对，对不对？我一直觉得那个应该是假的。为什么？但是我之前去看的那个太阳马戏团表演的时候，3D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看到 Michael Jackson 会昏倒了。人太多了，没有空气。不是，就真的那个气场，还有音乐很大，即使他不在现场，我都想要昏倒。啊，这么有魅力！所以某一些人就是有这种特殊的魅力，才能够当艺人。我跟你说，我觉得你们大嘴巴在演唱会的时候，其实有那个魅力。那天我们第一天，那这个棚第一天开始的时候，你们是有表演吗？对，因为很久没有看你们表演。我们在旁边就是也是觉得好帅哦，是不是比白姐跳舞还厉害？有，真的吗？对，哇，你讲话很直接。当然，因为你在现场，白姐怕我不在现场嘛。对不起，我刚摸到你。导播，对不起，我刚刚不是故意的。我们看《真爱黑白配》。太像哦。偶像剧《真爱黑白配》女主角小树上班的地方，亚洲电台办公室里面有许多可爱的同事，在此发生了许多好笑感人的事情。网友幕后小组也想来感受这欢乐的环境，却意外发现一件事。Hello everybody， 我是 James， 不是詹姆士，是 James。我们其实都是 DJ。然后所以谁的节目的时候就进去里面，然后包含的比如说菲菲的塔罗牌节目，然后詹姆士的多重分身节目，因为他要自己假装粉丝 call in， 然后还要自己装主持人，所以差不多都在这边。然后其实这个地方蛮舒服的啦，然后每个人的位置，我的位置呢在这边，对，被霸占住。然后你喜欢这种路线是不是？太不赖。我们电台就是帅哥美女，但是帅哥还没有进来，是等雨薇进来那一趴。等一下，他是当正哥还是美女？是美女。我一直没有发现，这电台只有我一个男生哎，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整间公司只有。你都不知道他那个那集口音进来的时候装女生是有多像，都迷倒我了，有够可爱。黑金。是。这是我的位置，你看，这是好不好？有条有理，然后有一些充满非常有 sense 的，这个我也不晓得是什么东西。它连胶带都是那种很有艺术感的东西，有没有？什么？就很 gay 白。哎，请我手刀啦！1、2、3，加油！我走过来就看到这个，我顺便拿一下。来，擦眼泪，好乖。这个动作很娘炮哎。曾经可烂可柔的演技弹性，让亚洲电台唯一男性的招牌给拆了。再加上电台来了一位铁做的汉子，四零面子险些挂不住。好，从伸手开始。是走拉车吗？谢谢卡先生。千万不是。我一直这样怀疑他在拉车的空间。原来你就是接下
场戏都静不下来，静在办公室里骑脚踏车兜风，所以编剧干脆让他一次骑个够。来啊 ！OK OK， 忽然啊，我脚踏车已经往前飞了，直接打高，有害怕的感觉，对，惊。别留着那失落，牵着你的手。OK。看一下，好好检查一下。感觉好像我的灵魂都跳出来了。喂。OK， 来，位置都对了，可是表情没有。你不急着追哦，那个戏要做足。对，然后那个喘，完整一下。可以不需要完全停。你刚的那个停点，那个速度点都对，但是表情没有。然后第二个是，看，任务我想再一次。啊，嘴巴不要开。对，因为嘴巴开就会觉得很累。并没有完成，没有完成，够认真。《真爱黑白配》这一场必来客串与胡宇威尬越野车的戏，拍起来真的好辛苦。崎岖陡峻的山路，加上晒死人不偿命的烈阳，来来回回拍摄好几个小时，不狼狈都难。还好有一身劲装，保住两位帅哥的称号。然后爬山，变形金刚的主角。变形金刚，所以你是什么大黄蜂？你是柯博文的。柯博文。哎。哥，你们两个今天有要骑吗？今天哦，对，小起一点吧。导演说你可能就是所有的动作都是自己的。OK， 那勇敢，我喜欢。先看一下弧度，弧度，来，这边的山坡我们勉强就是一路下去，一进到底，一路滚下去。对，我是滚下去，我不知道他，你应该 OK 了。他常常在片场唱你的歌，就是比较乱的。真的吗？对啊对啊，因为就是很有气氛啊，就是如果走太远的话 ，Come back to me。等一下，我就是对你这样唱 ，OK， 好吗？胡宇威与 B 唱歌时的中文实力好像都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讲台词的时候好像有点破功。谁先骑到山坡下？就算你。我赢了。公司就要给我们电台下一年的那你输了，你就要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因为雨薇的音乐才这么拼命？谁先骑到山坡下就算赢。来，那个谁先骑到山坡下谁算赢？那一句话要下来。然后讲完不要低头。你刚刚是外国人，两个外国人在对话。其实啊，两个外国人对话其实是同一个频率，所以我们并不是外国人，我们是同国人，差不多的国文。呀、yeah ！上一次客串是没有台词。对，没完全没有、哦，只有唱歌。对。啊，是哦。对。那不就一样有台词吗？对，就是唱歌比较轻松啊。啊，是哦。对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所有台词给你唱。好啦，余威的解释也算有痛，毕竟中文真的是支持失之呢了一堆发音真的很难，小记者有时候也会不小心犯错。我们今天在拼粤语，越野车，对。结束了一天辛苦的拍摄，克服了中文台词，也翻越了山头。身为一个专业的演员，胡宇威一定有很多感想。Piece of cake。Piece of cake。没有，并不去。你要说大话。然后一旦这样。说大话这么久，剧本都会写出这种事情吗 ？OK， 我很胆小，不好意思，赶快不改剧本，改说我永远都在车内。你有受到惊吓吗？有啊，其实看不到，但是我有包尿布，对。哎呦，雨薇真的是为了逃离编剧的魔笔摧残，竟然说自己吓到有包尿布，太夸张了吧？咦，还是真的有包，只是超薄型的。哎呦，看来这个尿布有没有包的迷云，还是要请观众仔细看《真爱黑白配》喽。完全娱乐，哎，编剧下海拍戏免包尿布哦，独家报道哦。